差不多有辟邪作用了呢，就是差不多蓝笔的雕刻出来呢，差不多。
那个蓝雕啊，蓝雕那么鼻，哦，也刺眼的深深的鼻梁呢，那么体系那个蓝鼻，啊，刺刺眼眼，以为他虎啊呢。最主要枪炮过场，底下有枪弹，哦，的主泥啊，有枪弹，双桨，哦，各等，然后枪那个枪身呢，提高啊。也有点损失，先来抢靠，抢那个中绳，哦，然后呢，封墙封墙，除了上朝的科研人以外呢，还有石墙绳、夹架绳、皮带绳，那个，那个唐门啊，十方太宗呢，也必须要千多年人来到讲义，能作为上师多人。并没讲啊，一定安慰上头就比你莫才行啦。他们那个唐门啊，吼，百样百种，必须啊也还有安尼食材能够完美啦。哎，有教育界退休的，哦，有公务员退休的，有做土木工程的，做农的，哦，教书的，哦，有职业军人，哦，有安尼军装退休的。啊，初一年人退休的也够多的东西。咱通俩信仰吼，基本上是认为，其实清朝末期吼。是讲是眼见大陆其实是开始的，所以两只信仰的方式是大陆人传到台湾。有几只念头的讲法吼，就了念头讲伊人，就了等到因相信的念头是讲，信族，族同共念两部分吼。从目前来看，应该是系。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，两多年吼，基本上简单讲是讲，体制吼，中国就来人肉，第二台湾有军粮搬日本，和等于看起来吼是两世界为末脱的嘛吼，所以土教本身。是有一种按咯末世论，按因的讲法，按台湾本身就台湾本身的困难，而这种困难是系当时诶鸦片战出到华南清清穷穷，非常普遍，当地人就染到了种鸦片战的习惯，还唔系讲了到做苦力生活艰苦的人。有钱人咪系，含穷人包含到掠到特殊人，所以非常有名的掠本地族党的特殊人，来解除掠种的血压偏振的恶心，冇很简单。还是唐讲面向广东，有按因的南法吼，有办法解除。那种鸦片的恶习咯，所以是先向啲群众的后生人先转去看，等于确实是看，真紧要吼，佮俩个那大转来台湾，一开始当然是俩胖想的俩到地方的知识分子吼，是到俩种的改出鸦片人的俩种的做法吼，用南通的方式。想办法来解除。简单讲是讲，造型行起来吼，做唔得些东西，还记得就插几枚的种肉啊。俩种肉吼，先食落去，基本上俩种肉非常富，含适当多水，
四六二字后是为 L， 哈、哦、L 度因安闪闪，安因摸摸摸摸干摸啥忙到天来哈，含天然是为就诶打错，有条相关的意识点点错人，含是为为讲到诶教化的事情哈，含融融个宗教的力量，老你慢慢吼，老两种个。相爱是一片人的两种的念头啊，慢慢好停下去。盼来甲虫的冷汤，两种的虚极的方式，讲生命为看的你，生命为听的你，生命为陪你。当然，其实每做的相关有关联啦、啊，好、哦，这都相关的事情。不过是讲本人心理上感觉有老生命强下了。基本上同阿英来脱离，但看起来效果真好。目前来看，跳白日本人做的调查报告，韩国报纸当个写的，韩国诶兰素第百度的记载吼，基本上效果非常好。系因为效果好，所以是人来人推广人。庙宇重建以后，七十三年落去练的，一开始，哦，差不多十八年的时间，心情上感觉中也唔咩去简单的工作个一个东西，都很多同都反映，还没有我本来休息一阵的，各种精神上唔咩干了呢，也唔敢讲啊，突然。翻倍啦！也讲较好半小时经验，迄当时，哦，伊都坚信恁个老人家哦，哎，都明年啊，也都后年啊，都多经验滴哦，本爱叫啊，难得唔敢反抗啊，所以讲一切都同伊个呢，头摆落堂做安尼意思，又本马上又接续继续来锻炼啦。当长时间，难免会有哦，引头就会啦。现在这个呢，所以出来也必须要多少要当真个，他们都高真，啊，头摆又是高真神，然后重新塑像，啊，搬出来，问他个人有时间有兴趣一当看呢，也有一啲净化、点香、高化社会一种作用呢，重振人心的一个作用，启发人心。特别老同志呢，要接三桩，因为还是最后生的，有许多人还是最后生，要经鼓励啦，跟落去，喏喏，哎，啊，你咩人讲啊，前面有唔加枪支拍嘛，哎，唔是讲啊，好多来人来去参加那东西，啊，但是其他个后生的思考嘛，就比较过强、过悠悠、过利啊。啊，也忘记得最初期入山时间，因为山庄呢，可能上半年要去嘛，哈、哦，要出题目，可能得都要双联，啊，是啊，这个是呢，出去讲呢，纯度哟，买梯子夹平的纯度，哎，伊那熟悉起来也一种草歌，一基本人始终啊，始终必平线的呢，天地人啊呢。我说给他们，我忘记得出的双联，有双联讲啊，茶油鸭丝糖心布啊，这一堆东西都十年前的。我说我两年了，我都听全部对好的，做好的，我把米要冲下了啊，我都拜托我爸爸跟带过一遍，
啊，最夹狗欠的。你是在外做生意嘛？因为茶油那是唐人帮，啊，你对的酒肉果香论古今嘛。嘿嘿，是最有印象的慢慢的呢。还有啥困难接困难的东西？哎，你看那个磨米磨稀的东西啊，磨的心机感嘛呢。嗯，不是吹的时机，伊都汗晕，还那个上平上下平上的吃羊晕啊。一切一日，一礼拜内或者半年内啊，多赚点，唔得肥多赚点嘞。嘿嘿，个钱没有呀，几百啊，比赛啊，做事比上个几百几波啊，你坐上来就汗水，就出题哟，出题汗晕，汗毛个晕，一动一动上广西自然的晕，像双平上上是不晕。他平常就上手用，气上再上慢慢慢慢的用，慢慢八个用的用的用。你比赛绝对要有原本，一扎手就赚钱的用。啊，你那天花是可以好把家用，不忙忙养结的呢。但是你这个本身有主，哎，你用那个完整当然最好。像这个哈。哦感怀师就必成真，真意全修胜才神。身体的行福生托托然光满是天生，而是必真运哈。那如连环师啊，哦，要真要叫他真神，像连环师，要怎么连环师啊？南方五十听方村，要叫么纯净如烟不得隐。一阴一双怀同之山，一山供养满花千阴，要从连环师啊。那个共同主席，秋年在多位，五十年华日历短，阳春熙熙百家欢，万家欢。群众一心临唐宋，振臂提魂火急旺。认为抓到南山、锦南山、湖南山、碧溪山、县江山等等哈，本身是有安因的文学的才能，所以记得是有办法安因创作，哈，是讲按了先下上多是写出来两种的出口形状，安因的能力嘛。两种的能力对知识分子来讲，吼，按你俩含义认为蛮强，所以感觉俩事情当困难。不过俩下含的多多少少含有民间一条对俩方面有才能的人，吼，比如从三国的人，韩国有条民间的男生的，确实含有安尼的办法，记住的水桥是来水来水掉。两种的能力是存在。每一个人的长相都有他的特色。嗯、我是听以前老爸说，那个黄先生他是住那个新北市嘛，他们每一次来都会先到我家。他会跟我爸在聊天。哎，很有学识啊，那个人真的很有学识，很有学问。嗯。伊系挑到尾，三月三十系短，上下有可能连续一礼拜，十月一顺吼连续，喊个冇水冇，冇上有水冇未，多多少少停一下，
佛前见什么由来呢？由来开始，静静当静息的湖南实际上是天然基本写一本书出来，法明信信江林福山通出的两本蓝书哈，其实叫让语言付出来的，其实写当清楚，前面的十一号给安布拉记了。安布条七点左右是开始，含慢慢慢慢做好事情，又来自几多点，点点聊到事情，当然是笔记算是会聊到一桩子一桩子是开始紧张的。含六二四的时光，都上光班然后，忽然间身边是讲，大家会甜哦，我相信你都一听当甜的哈。不过，甜是甜。外地啊，湖南也在实践的一种心结啊，心命的一种气结啊，所以很黑，你留下来点一下你的心结，很黑，你念起来做十秒、十二小时，好，喊起喊停天幕，好，停暗路，敲弄木，喊个麦兰作曲。含有风雨清露等等吼，心理学，请大家来开始念诗写出来。所以，人生念诗时，提一首多，提一首，大家时常记得平常参加的诗人的诗会加下吼。一首一首诗录录出，现场时写出来，跟明明已经二十四小时摸水摸嘞，很有分享，很有讲了了事情，很有笔录，还没爱上现场一天就打鼓啊，又可能又唱曲又嘛个，各种特殊的场合，还是表现到了非常精彩的了种即兴的创作。含两种的创作，含新民是讲，很是你是系昂人有彩条做昂人的事情啊。都拜皇帝出神用的吼，你到底那边要带啊？有中山，没有中山了，安尼带啊？我来带啊，带。就从前子。大哥啊，咁早都得从从前子用的，包嘛，你存在中山宫，要带你条的，出神要带你条。头摆你万身呢，又通得五杂有冇？要带梁山，要中山。唔咩只只多神嘅，哎呦有头有尾哦，唔咩。哦，咁枪弹，我开始进行枪弹，也是主笔啊，叫笔射枪的，然后都哦弟兄也给。上官太帝哦，一个粘挑，有大鼓的那种粘挑。通劝总共才家谈啊，不给。南起下岗，童年有的。之前啊，土鳖的状态状的吼，都是中风的、痛风的，一分，啊，其他一分一分的工人欺负的。他们都。八仙，八仙金珠。这金差不多八仙，七仙都是八仙。八仙，八仙在从天宫作数啊，
这一般的木，般的木头。以前好汉种地，听一些那些怪的上面装破烂的，啊，六弦王彩华，我也怪有意思呢，内容可能怪有意思呢，那么个风险呢？从那第六弦的南破天鼓哈，带一个铁造的来火场的，将一棵树米做金钱先生。竹树上浮动开开水冲的，哦，啊，你的哪里没中央啊？去前面南吹风，哦，出风来厉害到江州前的，将一棵油檀树品种好鲜，人树上重复了回风下的，你的没中央，什么皮箱，一弦一弦的皮箱。去跟阿坤啊，阿坤用孙子用的，你做到呢，你脚步行得来，也不要行慢呢，咩凶，程度咩凶，你养出来，去神父啊。同那运作。就做啲健肥来人啊！你靠糖红培养出来健身，要同你小仔解压、祈福啊，兼光明顶决定，释放身心嘅一个乐人一部分，咱可以为上门嘅运作嘅。从个人当中一年嘅开始，释放身心，因为过去里边嘅利益为基上。时间到了呢，吼，我来报名，受灾祈福，吼，来点灯各灯，啊，两年的时间，庆祝主神的圣诞，有朋友的福音，同时对各堂的怜悯，吼，也该做一点，甚至于七年，求主发挥，啊，开一个释放圣经一个，求见一个神主，所以。不会做法的，但也是从财源里来的。欠啦，求欠啦，还也欠啦。我看茶牌伊就好嘞。无啦，就欠啦，唔。茶牌伊欠咩？茶牌有茶牌的，咱求得吉平来欠啦，咩？哦，临终心愿你来的临分子，抢主要的冲茶评论台。啊，这样子还有有天文师，因为临分子啊，啊住在平埔路，完全是平埔路信徒，啊 QQ 的沏茶评论台，相当是住的活动评论台。南通呢？要树冲落，开开堂三江，要到最大的目的，推田先发，然后引人方便呢。那么有开堂祭师，有求必应，哦，释放三心人等原来相信的，能闻到强势的一个神圣，一定要一一解答，才能解除一个小灾解一个一个目的的。我加个时间咯，我一年又一年，我还来了几十年了。对，看天呢，以前呢的吼，像呢人呢做神殿啊，像那铺边摆蛮多，也下当月那条床头差不多，人等社会。一年写一次呢？一年写一次。他的毛笔很漂亮呢。不是，一年看他看一次。压个我磨。我验的，我是传染的。啊，一年看一次。哦，对，我是传染的嘛，个下对联了，我是传染的。是，人就用那啲汤嘛，中央。你当时讲讲了，左边家有些把，有些把是简单的啦，其他那一忙咯。像那个尸体，
来到过去文馆的公司人，猫头男人板眼山人，事情过后处理啊，做起来的话，地方做好的话，人同人之间是最难讲。反正对应的同屋、染屋、同门一切的，还没有。外头这都开个轰轰，外头精通呢。反正外头没办法，按到眼神，中讲一句啊，要以身作则。通常是接麦个土方嘛，无麦边无麦个土方呢，即个水面都是滴。当时是接麦好个。你们无记即个关了即个箱啊，无也无。风采嘞，不平，不别样啊哈，他们有一种嘞气氛。古种下半初一老板嘞，讲各堂可能，系心都清太感触，清太感触。而且都各有堂，东江的啦，高雄啦，下半上到以前是多处为富嘞，从斗六个附近中嘞哈。下半讲我对浙江来的也湖南啦啦啦，我会使欢迎欢迎，有咩种嘅交流啊？好多人嘅技术呢，伊都冇开口。客人傳統的都要開口，可能所學的啦。目前來講吼，咱的客教的南堂，嗰冇人行。葫蘆堂的南堂哦，單純的傳入化中央安尼，伊的信仰態度嘛冇中央。因為安樣哦，很奇怪哦。有啲人心嘛，像頭講啦，假講下來先講啦，江山是本的。你等于满的心气，满的信仰，你吊打屁用，懂吗？你单纯发出一份的内心，有点信仰，伊都真是有心想，如果采取然后按难得的机会哦，哦，挨下来托忙下来得忙哟，对于本身有好处啊。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扶轮就有出文字，对，那我出，因为我那时候出的文字是普练的时候，我们轮堂的教练童子会来讲，因为他是主要是专责训练轮身的一个神明，对，然后基本上我普练的期间都是他来在讲完，然后那时候第一次普练的时候，他就有写出他的圣号。就是说，就是本堂教练童子将，对我那一天就只有浮出这几个字，对。那一天其实我觉得那一天其实很有趣的是，那一天在扶卵的时候，其实那一只卵笔会动，那一只卵笔是会动的，那一只卵笔就是会让我觉得它在控制我的手。所谓控制我的手，不是说我被他控制我的意思，不是，是他很明显让我感受到他在动，因为我没有出力，我完全没有出力，我就随着他的摇摆在动，然后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一直在那边画圈圈，画圈圈，所以那个过程其实很久，那差不多我的感觉是差不多20分钟吧，他才
开始写字，他开始写字，然后写完没多久，然后又开始动，动完之后就说他要退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理解，我到现在觉得是还在怀疑啊，因为我曾经跟我的老师们谈，就是也在谈这些事情嘛，那我都很直接跟他们讲说，我到现在还在怀疑，到现在还在怀疑，就是不是我从事，就是我开始普练正软的这个过程，是我开始对于鸾堂信仰接触，到我做研究，到现在这个当下，我一直都在怀疑。对，我上一期刚好也是我府，那我们唐僧就是刚好他们家也是神主牌要重新安慰，然后就来请恩师来选个日子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我心里面很矛盾，我当下在服软，我心里面很矛盾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要选什么日子。对，然后可是就很奇怪的是，他其实他就有让我感受到，要服什么日子。对，那可是我当下服的那个日子，跟时辰，然后他那天有另外的事，所以他就不行去，所以就问恩师说可不可以再换个日子，再换个日子。那我就说，哇，再换个日子，我要怎么，我怎么来看？对，那在那个当下呢，他也给我了一个日子，就是他也让我感受到一个日子，然后我就服。那可是我其实很紧张，就是我很害怕我服了这个日子会出包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意思的，我不知道是真假。对，好，那后来我回家，我就一翻农民哦，确实是日子，然后确实那个时辰也是吉时，对，然后包括他后面还有说要请恩师帮他画符，就是开符令，让他可以那个，我没有学过怎么画符啊，我当下我就是软笔拿起来，我就等他，等软笔自己动。软笔拿起来，等他自己动，啊，他确实也自己动了，这样子。落，脱，修，我一个来相信呢，每一滴糖的真技术啊。今年个场切到个健康一种个啊，精神上面的困乏的，哎，有滴个经过一阵个很磨心磨心，啊，磨呢营养啊，因为个光气很呢，啊，但是讲一心一意，人讲个心转都失传啦，多明年一天会成功啊，不过呢一方面还。心口啦，心口，咱可以同一个灵力啊。所以其实就是在服软的时候，心里面会有一个感应，就会知道说现在就跟从天博中央啊，你的神速的技术哈，你或者你像现在你就旅游的感觉，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什么字。啊对对，马上的，跟你那符合的呀。一比方五万块不是你讲？那出现的都是一个字一个字，还是一句？就是老师感受到的。杨爱比论的轻神速的技术啊，一句没有七张字来讲的比论哈，你来两三张三张，一路低下不如用一下，如用一下。你尺寸呢，或者粗好的，一比方下段五万已经唔得让我脱干的，哦，要给路慢慢的了。麦个养人来看我啦，你讲。都全部来量过好长的吼，因为脱高中，我讲唔知个，啊两年能可以来，唔出对脱熟过要紧咯，海拔啊哪哪打算安尼？我爱唔希望都赶紧反对的安尼啦，爱做唔得。
这个嘛，我们头班俺年来，俺幺嘛，我天天都班上说，问妈吧，俺妈挨着门都挨着铺，从俺不到俺多年不来哦，俺能出来呢，伊唔敢骂俺，我喜欢呢。你讲俺妈妈有你问妈，我好懂，俺我开始用俺都出来呢，伊唔敢骂，唔能让我骂俺多年呢，说定系向我量这个，向我下跪去。但是我小孩子，我不希望来呢，他来，真的。又买够。种人种地哈、哦，实在事情很多了。因为我火上火下哦，而且你接触个东西哦，难免会有些班的东西，摩擦啦，或者让人还唔喜欢啊，你啦。莫来，莫来一只，来创业可以的，来拜拜可以的。来前两年还没宣布啊，同大家人讲来讲，来各种感觉都，本来身体状况了，或者医生嘛个路差个多，啊，做一事情力不从心的啊，心有余啊力不足，你得慢慢的接通住，冲开，随时都可以的，身前病过都可以，你都接落去的。来都经纪人讲，还不行业没停，你都进行。问我新人信息上的人呢？我要接。这浪鼓咚咚咚咚咚咚三下，他们都浪鼓啊，你嘛？哦，那里好。后边的，后边的，好，好。人讲个算普通的话语嘛，有差啦，因为伊个算文言文啦。啊，嗰老师也无看过嘛，无听过，下甲讲下无听过啦。啊，伊留着个两出来音嘛，是包有破音字，系啊，所以爱写出来，写话啊，回来迄个时间困，另外个。记录生对的时间完全都对不着啊，伊迄是我感觉是较困难，当然会挫折啦，因为我嘛伫个即个程度，文学程度啊，唔要讲怪好，对啊，唔要讲我读书啦，啊，现在有时候搞我啊，搞我讲伊嘛个诗词伊嘛，像七言绝句，嘛个有押韵咯，来押韵。啊！伊讲个讲个要谈模式啦，系啊。咁讲，阮现在现在是要要教啦，系啊。所以其实谢老师很厉害诶。啊，但你现在够厉害啊，系啊。我说：“我有安尼传神的人啊，每张聪明都有好，啊，各种的癖好的东西。人讲谦谦疏逸的，啊，谦走逸，慢走顺，那东西。第一，人对人的当中啊，
男人看的神呢？我们用神明的知识有没有啊？但是不一定成功啊。万一人跟你看点过后，相处的时间呢？啊，企业人才呢？啊，有德，啊，有才。你抢财没得，绝对没得用的，连都会失去一个人。文武人呐，还讲过讲了，没讲利骗人呐，连都问很多年的东西，完完全全做唔得东西。啊，听一点呢，遇到他们那家位七座棺材有纪念的当中，啊，穷大气了，莫讲来了都廉价，不可能的东西啊！输还也该哭嘛，啊，输的人讲嘛，人只有梦好啊，学徒嘛有点尝试嘛，然后哦有点经验也该尝试，有安的兴趣，有安的条件呢，慢慢的琢磨，啊，然后哎开始经验锻炼嘛，啊进步。金表、铜底，啊，有矮糖，慢慢微量慢慢东西，锻炼个心机哦。将来太田先发哦，啊，黎明之舞蹈等种种的因素，核准能可以进行。莫办一输咯，莫输得，有没有做啊？哎，你讲咪咯？哎，按你态度，按你精神拿出来，这个同仁能够做好些东。庄主的万福来讲，春秋年纪来讲哦，自古以来，要有下理神咪？如果共产党培养出来理神，但你理神出来呢，真实的显神啊，那个也都莫重要个呀。现在我直接讲讲，所有书写各电台爱懂安尼东西，唔要像行地行地都离身，系咪？所以讲培养呢，本身都冇兴趣，我让我从管书来问咯，系咪？像同金刚问学问，来搞学起来，你冇安尼态度，冇安尼精神，我让我接书来问，所以呢，系咪？也太白了，真是一点困难的所在，真的。不一天，但因为我万物同志发育，敏感观之有害，民不有益无感。上街看戏，等处于窗前，在你半个表文一图。下街今生生，就愿不点。